大家好哈，我是中185班的实体课的王维顺，然后我目前服务于台中的汉翔航空，然后因为自己有从事专案，然后所以觉得对专案的整个流程不是很熟悉，所以就决定就报名长荣的课程，然后让自己借由这个考 PMP 的过程来熟悉专案的整个流程，所以就是跟刚才上一位那个丽珍姐，就是很荣幸哦，就可以在同一个班。然后我们班有两个教练，一个就是罗马教练，一个是佳园教练。然后两个教练对我们的帮助哦是非常的大哦，所以同学要相信教练哦，教练的指导哦都是有他的目的，也是有他的用意的。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考试哈，也是跟丽珍一样是线上考试，可是我是用无线的。然后我在考前的3天，就是有一直陆续的在我要考试的地点，一直去测我的网速哦，所以我让网速平均在100 Mbps 上下，所以考试的那一天就是觉得比较安心。然后我的考试是12点，预约12点的。然后我是11点半报到。然后，报到完以后会有一些流程要跑完以后再开始考试。哦，然后因为我个人在报到以后的一些认证上面有遇到一些困难，所以有影响到我正式考试第一阶段的心情，所以答题的速度有受到一些影响，所以最后考试剩余的时间大概只有5分钟哦，所以在考试的时候，大家要静下心来，就是不要被一些外在的因素干扰。然后再来，在我考试的时候，我个人觉得有3个遇到的问题。第一个就是，他有叫你用手机认证，然后要拍你的护照，拍你的个人的大头照，然后再来一个是拍你考试地点的前后左右，哦，所以在第三个阶段拍前后左右的时候，因为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啦，就是没办法取用我的相机，所以导致我没办法拍，哦，所以这一点就是让我当下很担心。然后因为我有打电话给教练，可是教练说实在的哈，因为线上考试，自己在家考可能也帮不上什么忙，所以我就是再多试几次，然后后来好了。可是这个有让我的心情受到一些影响，所以就是导致第一阶段有做得比较不是那么顺。然后第二点就是说，如果你手机拍照没拍好的话，它那个监考的人员，他可能会叫你拿着你的，像我是用笔电，拿着你的笔电，然后就是因为他都会有视讯的镜头，绕着你考试的四周给他看。然后正常，像我这次遇到的监考官，他可能是他的口音比较重，所以一开始有点难懂，可我就请他用打字的方式，然后他就会蛮详细的打出来说，他要你拿着你的现在的笔电，哦，把你的四周绕一下，就这样子，其实不用担心，蛮简单的。然后第三点哦，是我个人的疏忽，然后刚才丽珍也有提醒，因为考试的时候它会有标记的功能跟删除线的功能，然后标记的功能可能就是说这一题你做了，可能没有信心，或者是觉得比较没有把握，那你要把它标记起来。当每一个，总共有3阶段，每一个阶段结束，你要按结束之前，你要再回来看一下你有做记号的这几题，哦，然后，再来就是删除线，就是你在看一题，每一题题目的时候，你可以把确定它不是的答案先删掉，也可以用这个功能。所以这两个功能哦，请大家一定要用。我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没有用，所以在结束要回来做
重新检查那些比较有问题的时候，花了我很长的时间，所以这一点要提醒所有的学员们，一定要去注意，而且要去善用这个功能。好，再来是跟各位分享一下，每一个阶段的重要的里程碑，像我们185就是1月20正式的开课，然后中间就是每周有上课。然后每个假日的上半天，都会有罗马教练跟家人教练，我们都会有实体的读书会，然后会有每个同学分享自己的读书的心得，然后他会做成简报，然后针对每个单元大家去分配的单元，用自己的简报去说出来，一方面可以把你学的用表达的方式。说出来可以增加你的记忆，增加你的理解度，然后在你做跟同学分享的时候，教练也同时可以知道说，哪些观念可能比较不是那么清楚，教练就会适时的再去提醒你，然后再去补充，然后会让我觉得这个读书会非常的有帮助。然后再来，我的每一个阶段就是我在2月20的时候，教练就是提醒说，可以做第一次的模拟考90题的。然后那时候我是得就是66.67，没有还没有达到长虹的目标，所以教练叫我再熟读每一个章节再做一次。所以第二次的时候，我简报这边又打错我是第二次的时候。做完再重新就是读了每个章节以后再做一次，是大概也多了1分，然后67.78。可是教练评估以后觉得，应该是还有一些观念要厘清就好了。然后他叫我再去复习每一个章节，然后再来就是在2月26的时候就是。2月25有开那个总复习的视讯的课程，我先读了以后，看完了，然后把总复习的那一本看完了以后，就是隔一天就考了180题，然后那时候考180题的，我就是模拟到时候要考试的230分钟，所以那一天是从大概晚上8点半，然后。一直做完结束，大概快要12点多，快一点，所以相当的累。然后考完的时候，整个是比较没有信心的，因为觉得应该只有40几分或50分，可是考出来有到60几分，所以自己也有吓一跳。然后考完以后，隔天的读书会会后，教练就有。跟我讲说，你要准备报名了，就是你可以在自己再闭关一天，然后就是要上场的。当下因为我的目标也是跟丽珍差不多，大概就是3月中，我是定3月17，就是自己的生日。可是教练就直接跟我讲说，我觉得你可以，然后你要有信心，然后。因为我跟他讲，我有点担心。他说考试就是要对自己有信心，考试不是像相亲一样要考虑很多，只要达到了就赶快上场，要不然到时候会走下坡。所以我就是27号就报名，直接报名2月29，然后就是当天就是上场考试，然后就是考完以后大概。下午4点考完，就一直七上八下，然后一直等到11点多，都一直没有成绩出来，所以觉得很担心。然后到大概12点的时候，教练就有传简讯叫我看一下，然后我就发现，原本说要等成绩的那一个栏位变得很奇怪，然后我再稍微点一，我本来以为是 fail 了，所以再稍微点一下，发现有过，然后就很开心。就比较不会睡不着觉，要不然正常在
我在等成绩的时候，其实都睡不太着。所以，请大家就是要对自己有信心。然后，这个是考上的时候，教练就是帮我们做的一个分享。我是在力争的后面2天报考的，可是觉得很辛苦，可是也是很值得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然后再来比对一下长虹的模拟考跟 PMP 的考试哈，哎，长虹的翻译它的精准度真的是比 PMP 的还要好很多哦。然后 PMP 的有一点比较不好理解，可是你多看几次还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难易度的话，其实长虹的模拟考跟 PMP 的，哎，考试的题目都不容易。不容易，都不容易，可是也是表示长虹的模拟考非常接近 PMP 的考试，所以大家要对长虹的模拟考，还有模拟考后的那个长虹心法，然后还有去把每一题的理解，然后做 lesson learn 的步骤一定要做得很扎实，然后再提醒的话，哎，模拟考有一。诶，会有课本的内容，然后会有情境题。可是，在我考 PMP 的时候，我发现情境题蛮多的，然后有敏捷的，有混合的，然后连连看的部分，就是像刚才丽珍分享的一样拖拉式的。然后这部分大概就一两题，然后计算题的话，就我这一次考的话，大概有出一题，然后图形的话，印象中也是出一题，所以都不多。比较重要的就是情境题跟敏捷跟混合式的考的还蛮多的，然后分享一下如何准备跟读书的方法。就是其实做这些读书的准备哈，我都是照着教练在读书会上的安排，他提醒我们要注意什么，要预习。然后认真听讲，然后要复习。像我就是照着做，只要教练说要做复习或要做预习，我就照着做，我都不会跳过。就是他们只要抛出来，当下我就会把它完成。然后再来就是做模拟考题，然后做完以后，教练会跟你讲说，哎，你要针对你的弱点的章节去做补强。那这时候我也是很扎实的去做，也都不会跳过，不会想说，哎，我随便看一看，就再去做一次模拟考，然后看能不能尽量符合那个成绩，可以开解答。就是过程中我就是都没有这样子偷吃步，都是照教练讲的说，哎，你做完了，好，你不要管分数，你再回来再熟读，再做一遍，就是流程就是这样子，慢慢一步一步跟着教练的指示，然后做模拟考完以后要熟章节，你可以从长虹的那个分析表里面可以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，你就针对那里去加强。然后重点，专案的流程，哦，大家一定要搞懂，因为在 PMP 的考试里面很多都是考观念。然后最后就是听教练的话，然后他说你可以上场考试，你就是要相信教练，相信自己，一定会成功的。然后下面就是我们读书会，大家很认真的画面，然后还有罗马教练跟我们分享如何报名考试啊，考试需要什么重点，然后怎么读书，这些资讯，让我感觉工作疲惫都，就算工作再疲惫，读这个书还是很值得。然后再来我的笔记的方法就是我自己做心智图。一开始的前2周，我自己也是用纸本笔记这样子写，就是有什么记什么。可是发现2周过后，发现整个流程、整个架构都连不起来。然后刚好读书会的时候，有同学分享说，哎，他的做笔记的方式，然后我就请教他，然后他就跟我讲他用心智图，然后后来我回来就开始用这个一路读到考上，然后再来就是教练指示的进度，你一定要照着做，不要拖。如果你拖，
你就会落后，拖一周你就落后一周。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答错的题目一定要用长虹心法，然后导正观念，因为长虹会把你所有的模拟考的答错的题目都会中整起来。这一部分我在考前的最后一天的闭关，我把所有的答错的题目都是找出来，认真的全部再读一遍。然后像我们读书会上面有同学的简报，刚才我也有讲过了，我也会把它拿出来看，因为同学有很多简报是做得非常好，所以他可以很快的让你知道，哎，这个章节的重点在哪里。然后再来就是我每天就是从开始读书以后，大概都是平均5小时，可是下班大概到睡觉大概只有4小时，所以我提前半小时到公司。看了半小时的书，然后中午1小时的休息，我也有花了大概30分钟的时间去读书，所以我的时间分配大概是这样子，然后回家再读4小时。哦，因为我有2个小朋友，一个是国中生，一个是国小生，所以有时候还是需要教他们一些课业，所以其实。连这种有家庭的爸爸妈妈都可以挤出时间来读了哈，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找得到时间，所以相信自己。然后再来，这就是读书会的情况。然后结论就是，大家要熟记流程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一定要熟记流程。最后要。相信教练，然后对自己有信心，然后相信长虹的学员一定都会人人上榜。然后最后分享一下，就是我们家园教练他在 YouTube 上面有分享一个那个敏捷的资讯，可是他这个资讯这个影片里面有很多有一些是我们读书会的内容，然后他会把。每一个阶段的流程讲得相当详细，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上去搜寻一下那个家园教练的这个影片，然后去看一下，应该会很有帮助。好，我的分享完毕，谢谢。